组龙争虎斗超水准，八九十，很有自信，都歌非常的精彩，先天的条件还有你唱歌的技巧，我觉得都非常好，完全唱出自己的味道。为民者蔡兴芳一展王者风范。我失去了你，只是真心的在唱，让我听到入神。大军压境，蔡兴芳能否杀出重围，闯过第十九大关呢？